很值得入手哎。它可以帮助你头皮的经络深度放松，没想到带来东京之后这么的实用。我有非常严重的猫瘾，就是什么东西都要买猫，跟猫有关，因为我非常的迷恋猫咪。等一下呢，要跟大家来分享我这一次有带来东京的一个小姐姐必备美容好物，它叫做头皮 SPA 喵心机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它是一只猫的造型，它的外形呢就是一只奶茶色的猫咪，然后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头皮的经络深度放松。它其实呢在还没有打开开关之前，它就是一只梳子，这个梳子啊下面的垫片它是石墨烯的发热垫片，它可以高效的传热。一开始呢它就是 LED 灯变成红色，你就用这个梳子开始按压你头皮的穴道。哦哦，我当下觉得好舒服。我们头上有非常多的穴道，就这样刮，不管你往左边梳也好，往右边梳也好，它都很舒服。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猫咪牙齿在按摩你头发的头上的每一个穴道。原本我真的就是觉得它是一只拓汤的猫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梳子而已。可是慢慢的，我在东京的这几天，真的感受到它很值得入手哎。第一个模式呢就是 LED， 它就是发热模式。再来呢，你可以让它震动，你再按一次，你让它震动，有没有听到一个咯咯咯的声音？因为它一分钟可以震动8500下，所以如果你让它定点在你的穴道上的话，它可以刺激你的穴道，让你深层的放松。它是加热的同时也在震动。好，这个时候可以干嘛呢？你就拿它然后来按摩你的脖子，好舒服，很像在热敷。哦，你可以这样，想不到吧？对，我也想不到。顺下来，很像在拨你的那个气节，它可以把你的结都打开，它可以跟着你的穴位让你缓和情绪。再来呢，让你的睡眠更安稳。你在睡觉前按，你也可以按摩手部的这个穴道，这里。超好用，走路走多了，这个地方非常的紧绷，就这样按，差好多。本来看不起他的喵心书，没想到带来东京之后这么的实用，真的很棒。谢谢所有下单的大家，不踩雷，好吗？